肚子好饿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今天想吃面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吃意大利。停下来干嘛？会不会开车啊？拜托，看到停标线，本来就应该先停再开好吗？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。路口看到闪光红灯，停标志、停标线，一定要停车，确定横向车道无人车再开。